阿宝过来了，你干啥去了？上下班说好的你们仨，上，我二宝上去了，二宝上去了，哎，坐好了，坐下，二宝坐下，二宝坐下，啊，别动啊，谁也不要乱动啊。先跟直播间老铁们打个招呼，二宝来，老大打个招呼，万万老二打个招呼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万万来，好，花花到你了，打个招呼跟大家伙，好宝啊，点个名啊，我看人到齐不齐，好不好？二宝到没到？啊，坐下。万万到没到？小花到没到？到你这就慢半拍了，怎么回事？小花，小花，小花，小花。哎，对了啊，小花。哎，万万，二宝，二宝，坐下。啊，不要太激动，行吗，阿宝？行吗？没说你万万啊，坐好了，回去，对，坐下。我让动再动，行吗？哎，好。平常咱就这么小声说话就行了，行吗，妈妈？哎，爸爸让你大声再大声，好吗？哎，你现在大声的叫一声"汪”，小声说个"嗯”，我说完你再说话。小声说个"万万，再来一遍，大点声，小点声，小声，再小，好，解散，OK 了啊，非常表现非常不错，老铁，是不是表现非常不错啊？这几个孩子，哎呀，拿下来，全上我身后来了，啊，这狗养的真好，老铁们，好不好？喜不喜欢？羡慕羡慕。啊，你们也可以拥有这样的狗狗，老铁们，是不是？只要你有耐心，二宝，你下来了。那刚出锅的烫着，万万下来了，二宝下来，二宝下来，姑娘会说话，是不是啊？没毛病啊，就差说话了啊，会说，老铁们，真会说话啊！就比如说，二宝，你坐下来，坐下。坐下，二宝来，二宝就坐地下来，坐下，坐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哎，万万坐下，二宝坐下来，二宝坐下，小花坐好啊，谁会说话？小花会说吗？小花不会啊，不搭了。二宝会不会说话？二宝，哎，看见了吗？啊，你手拿把掐，啥时候让说啥时候就说，是不是啊？奖励一下是不是？那咱给能拿好吃的吧，这一堆好吃的，一堆好吃的，他们好吃的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为啥哈。下起来啊，下起来啊，这边的，这边的铁子啊，你看一下这个吧。起来，我给你吃，下去，坐好，对。小花站着跟他俩坐着不要搞。万二宝来。过来了，坐好了。坐好。坐好。万万来。二宝来。
小花的啊，都有啊，都有啊。给你们看看铁蛋儿吧，老铁。铁蛋儿干啥呢？这是。睡了，这一天就是睡啊，都不搭理我现在。啊，蛋糕零食发过来了，是不是？明天收到。好的啊，你光让他们坐下，怎么不让他们立正啊？立正也会啊。小花出来了，走了。看到了吗？这忐忑能力。小花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小花跳，花进去跳，跳进去了。小花来，看见了吗？看了吗？我倒腾跳呀。有办法，费点劲啊，体格太大。来来，出来来，出来来，出来出来出来，过来来，出来出来出来了，来出来了。哎，二宝出来了啊！哎，小花失败了啊！小花出来了，看见吗，老铁们？就这弹跳力，哎呦，你给我撞倒了，你再二宝。过来来，二宝出来，不许进卫生间。二宝出来，二宝出来来，二宝出来，过来，二宝你去把门关上去，关门。不许进人家了啊！听见了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哎，好，哎，好，来，坐下，过来，来，二宝来，二宝过来，碗子里没水了，咱就接点水。欢迎我们雅姐啊！欢迎直播间所有老铁们啊！教他们上马桶啊！咱这是马桶，老铁们啊，咱是马桶，不让他们进啊！你这马桶他们咋上啊？是不是？要是蹲便还行啊，那种蹲便还行。关门都能听懂，是不是？对，不光能听懂关门啊，还有好多呢，都能听懂。OK， 走了。二宝过来，来把门给把我关上来，关门，对，关上。哎，再关一下，没关严。哎，好，下回就这么关啊，轻轻的啊。先把万安笼子里面给倒点水啊。万万，进去喝去吧，去。万万，过来来，进去喝去吧，进去吧，进去来，二宝来，进去，万万进去来，哎，喝吧，喝水吧，喝水，喝水，万万来，喝水，万万喝水来，万万喝水来。过来，过来，帮我来，喝吧，喝吧。你让他喝，他还不喝了呢，老铁们，发现了？啊，你让他喝，他还不喝了呢。狗喝生水，狗不能喝生水吗？狗不能喝自来水吗？那你们家狗喝啥？喝矿泉水，还是喝啥？康师傅，还是农夫山泉呢？对不对？那狗喝啥？你告诉我，给我来，去，能喝啊，老铁们啊，能喝啊！狗狗它的消化系统跟人它是不一样的啊。有很多人啊，养狗的方式它拟人来养啊，就拿对人怎么养就怎么养狗。对不对？那你人能吃刚出锅的，刚出锅的汤的人就能喝，是不是？你狗你试试来，下来，你狗你让狗试试，对不对？喝凉开水没有细菌啊，老铁，狗狗不怕细菌啊，狗狗不怕细菌，别说这自来水了啊，就臭水沟子水喝点，喝两口它也没有事儿啊。为啥农村养狗把有些东西啊，可能说。菜呀、饭呢坏了、酸了，给狗就吃了，啊，狗不怕这些东西，老铁们啊，狗的消化系统跟人它是不一样的，啊，你要是平常让它一点这些细菌呢、什么都真菌都接触不到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对它来讲不一定是好事儿，啊，为啥？因为它抵抗力会变弱，对不对？不能太娇惯着养啊，不能太娇惯着养，你越怕它得病啊，越注意，我跟你说，其实狗的抵抗力是越差的，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啊。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啊！你看咱家这些狗狗，是不是从小到大？说实话啊，咱不敢说没生过病啊，但是
生病的次数是非常少的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为啥？你不能太惯，对不对？不能。我家喝纯净水。哎呦，二打一，万万啊，万万二打一呀、啊！哪有一个，哪有一个哺乳期的当妈的样儿、啊？急眼了，小花急眼了啊！二宝又拉上架了，你们到底谁跟谁打起来了？咋给我搞懵了啊，老铁们！小狗呢？小狗在睡觉呢啊！你瞅瞅这一个个，歇会儿吧啊，累不累呀、啊？啊，过来了。哎，别让他们打一会儿，闹一会儿啊！不打不闹，不热闹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年轻、活泼、健康的表现。啊，再是生病了，他就蔫巴了。啊，就咱家万万刚剖腹产、刚生完的时候，那肚子疼啊，是不是就蔫巴了，老铁们？对不对？花虽小，一点不示弱啊！他最拔尖的，啊，性格是最厉害的，咱家小花，谁他都不服。啊，他也就是服服我吧，老铁们，真的，他谁他都不服。歇会儿啊，啊，累了是不是？歇着吧。哎，小二宝，欢迎他啊！哎呀，感谢啊！呀，这怎么改名了呢？欢迎哥啊！老铁们啊，咱榜一是瑞康宠物医院啊，咱家万万生产的时候就是在瑞康宠物医院生的啊。咱们直播间要是有牡丹江的老铁，待会儿咱们给榜一点点关注啊。家里面有狗的啊，平常给狗也是有点小毛病啥的，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榜一啊。啊，医术非常非常好啊，然后医德也嘎嘎的啊，人品啥说都没有啊，老铁们，咱们给榜一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。干嘛让他剖腹产顺产不好吗？我真的有的老铁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啊，因为我直播的时候说过好多回了，今天我就再说一遍啊，为啥给万万剖腹产了？当时万万预产期已经过了六天了，预产期过了六天了，然后还没有生的意思啊，我这就有点着急了啊，已经领他去做个 B 超吧，咱看看。这么长时间不生，是不是死胎呀？啊，是不是崽的出什么问题了？然后领着去做 B 超，这一做 B 超吧，然后小狗心率有点下来了啊，心率有点下来，然后那个万万肚子里羊水也不多了啊，再不生的话就容易有危险了啊，就本来就一个就少，是不是？嗯，你这一个再整没了，说实话不更难受吗？对不对？后来我就权衡利弊了一下子。然后一样，我们就抛吧，啊，再不抛的话，怎么好的、啊？小的要保不住了，啊，怎么小的保不住了？啊，因为啥？万万就生了一个，生了一个吧，孩子太大了，太大，万万是第一窝，怎么好得难产啊，得难产。你说这要是难产了的话，生孩子罪，顺产的罪也遭了，回头还躲不了这一刀。对不对？顺产的罪也遭了，然后剖腹产的罪他也得遭一遍啊。然后要是难产的话，小的还容易夭折啊，容易保不住啊。就是综合一下了，我寻思那就直接剖了得了，咱就别提，就这么回事了，老铁。其实我也不想剖，老铁们啊，剖我还得花钱，对不对？顺产的话咱不用花钱啊，打两个消炎针就完事了，对不对？剖他我还得花钱啊，孩子还遭罪，那你没办法，老铁们。对不对？咱为了说大的小的咱都保住啊，为了稳妥起见嘛。啊，你瞅这一个个的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好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这一说，哎呀，我的妈！
气死我！不迷糊吗，妈妈？不迷糊吗？有点晕了啊！不迷糊吗，妈妈？你瞧你们嘚瑟的啊，这一个个，看椰子树，欢迎啊！你看一眼椰子树了就啊，看椰子树啊。然后一会儿领你们看看咱家小铁蛋儿啊，看看小铁蛋儿。现在是9:44，这怎么平翘舌还不分了？9:44，咱们10点领他们吃饭啊，然后今天晚上熬的汤，啊，熬的汤，然后一会儿给他们吃完饭以后，啊，得给你们看看铁蛋，好吧，老铁们啊，眼睛肿的好了吗？眼睛肿的我没问啊，没问，我不知道呢啊，回头我问问吧，明天看什么情况，是不是？小狗长得真快，那肯定快，老铁们，就万万就他一个孩子。是不是？你要生10个孩子，那10个奶头，一人把一个，对不对？每顿吃饭的时候，一个孩子只能吃一碗饭，啊、嗯，咱家小铁蛋儿这家伙，一个狗吃10个奶头，10碗饭全他造了，他可不长得快了，啊、嗯，瞅瞅，他现在吃饱了就睡啊、嗯，睡醒了就吃，天天就这点事，没别的事。你看小花，小姨又过去看去了，啊、嗯，小姨稀罕，啊、嗯。先吸烟去吧，去吧，八耳朵给你吸烟去吧，嗯，吸烟是吸烟啊，不许怼啊，不许怼啊，先吸烟去吧，去吧，他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奇了，老铁们啊，像头两天那不行了，哎呀，不让看的，急的都直骂街了，小花，出来吧，小花来，出来吧，出来，你可厉害了你。不行，又回去。行了啊，那你让你当会儿妈吧，行吗，小花啊？孩子饿了，你给奶奶啊，花啊，学一下。今天发了铁蛋作品，都给稀罕的不要不要，是不是？那肯定的，老铁们啊。只是我感觉你们发的比我发的还好呢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觉得大家伙发的比我发的还好，怎么回事，老铁？嗯，小花什么时候生？等他发情呢，老铁们啊。什么时候发情，咱什么时候就让他生，啊？啥时候发情，啥时候咱就去找吴饼去啊？让小花跟吴饼怎么得生一窝，老铁，是不是啊？生一窝不行，咱生2窝，2窝不行，咱生3窝，是不，老铁们啊？把崽子一卖，你说我那一下我就发了，老铁们，是不是？一个崽子不得卖个10万8万呢？对不对，老铁们？舅舅，我给你发金戒指了啊！你怎么了呀？我有188块啊！哎呀呀，大侄儿啊，你可大外甥啊，你可别给我发金戒指了啊！感谢我大外甥啊！花，行呀，啊，小花生了，我要一个啊！你们想要的话，老铁们，你们可以提前。啊，就是她怀孕的时候啊，怀孕的时候你们提前给我打个招呼啊，给我打个招呼，等到时候确定怀了几个啊，确定能生几个，等生下来之后啊，确定能养活了啊，然后才正式预定啊，将来二宝和小花的孩子都是这样啊。为啥小万万的崽子咱不卖了，就是小铁蛋为啥不卖了，就一个双猫独狗越过越有嘛，是不是 啊咱把这个孩子留着，以后大家伙都能看着啊，不管他将来啥样啊，会什么东西啊，会与不会，是不是 啊咱们都留着吧啊，留着大家伙看着也是一个念想，也高兴，是不是啊？主播不能让小花跳太高，我家八哥姐现在都不让上下楼，都得抱着，咱家狗没那么脆弱啊，老铁，我就跟你说，俺们家狗没有那么脆弱啊，狗跟狗它不一样，人跟人它也不一样，对的，就跟人一样，你看，看了吗？卡一跤，你看啥事没有，溜达玩去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我不是我，二宝，你给我下来，那不许玩螺丝刀，听见了没有？下来，下来，二宝，你不许去玩那螺丝刀的啊！下来。铁蛋不卖了啊，老铁们，有没有希望咱家铁蛋卖了的，有没有，是不是基本上没有，二宝
爸爸不让你去玩螺丝刀的，你听见了没有？那玩意儿危险啊，太尖了，扎着人，听见了没有？不许去玩了啊！坐下，坐下来，听懂的话就摸摸我手。对，下去，二宝过来。哎，好，坐下，坐下，二宝坐下，二宝坐下，爸爸也坐下来，二宝坐下来，坐下，二宝往前点，坐下，坐下。孩子怎么回事？二宝，你等一会儿啊，我单独训练训练你，是不是？你家狗老锻炼啊，弹跳能力好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啊，就咱们出去啊，一撒出去啊，二宝在前面跑，万万和小花在后面追，小花的速度都已经不低于咱家二宝吧？他俩跑的时候落不下他。就是咱家小花运动能力强不强？他就跟运动员似的，家人们。他就跟运动员似的啊，你天天练，天天练，天天这么跑，天天这么跳。时间长了之后，他的肌肉、他的关节、他的骨头都会一点点变得越来越结实，越来越硬。我说对不对，老铁们？你要是不让他跑，天天就给他保护的可好了，跟温室里的花朵似的，是不是？见着点风雨，他就不行了。二宝，你给我下来！你怎么那么厉害呢？自己就推蹬的过去了。不许过去了啊！这家二宝就想拿那个螺丝刀的，你瞅，又去了啊，又腿还得推凳子过去，看吧，老铁。看见了吧，老铁，就给你们展示一下二宝的绝技啊！咋的？你想上去玩电脑去啊？啊？小花也玩电脑，看到吧？那电脑新装上的啊，新装上的，这家伙啊，小花，你们都行哈啊！下来，小花来。好了，二宝下来来啊，下来吧啊。电脑咱就别玩了啊，你们又不会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二宝真聪明，是不是？他肯定聪明啊。为啥？因为二宝是我第一个啊，第一个养的狗狗啊。我把可以这么说，老铁啊，就是我把所有的心血啊，不能说所有啊，大部分心血啊，都放在二宝身上了啊。所以说咱家二宝会的东西是最多的，对不对？本身自己再聪明点，我再教的多一点啊，二宝会的东西太多了啊，特别多啊，他比万万多，比小花也多啊，包括五饼啊，就他们仨，五饼、小花，包括万万，他们仨加一块会的东西也没有二宝会的多，咱就敢这么说啊。可能咱平常直播的时候，这段时间没有怎么展示啊，就哪天我没啥事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，真的，就二宝的才艺，他能展示一个小时，你们信吗？二宝，你给我下来来。行啊，你把那螺丝刀拿了吧，螺丝刀给帮我拿过来，来，对，拿过来吧，过来给我来，哎，拿过来给我来，给我来，拿过来给爸爸来，二宝，来接力来给我来，妈妈过来，妈妈过来给爸爸来，不让你们玩是因为这面太尖了，你们来回一甩扎着谁怎么办呢？扎眼睛是不瞎了吗？就。这东西我都收起来，然后好了啊，这回谁也别玩了。嗯，二宝什么时候当妈妈？二宝跟小花一样啊，他俩这回发情了，咱就让他生，好吧，老铁们啊，不管是谁啊，谁先发情就先让谁生啊。第二个发情了，咱也配啊，就哪怕一起生，咱也让他生啊，不等了啊，都到岁数了。是不是、啊、之前吧一直犹豫啊要不要让他们生啊，一直在想啊，因为以前的一楼吧地方太小了啊，一下生十来个，这连装狗崽的地方咱都没有啊，然后租人家的房子，是不是人都现成的，地板了墙面啊装修啥的都现成的，你给人造得太惨了吧，太狼狈了，咱也于心不忍，咱也不好意思啊，这回行了，老铁们，这个我除了房子不是我的，剩下的墙都是我刷的，老铁们啊，所有的家具家电
你们现在看到除了这个门，除了这个墙啊，不是我的，剩下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弄的，地砖都是我贴的啊，墙弄埋汰了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是不是啊？反正我来的时候也是埋汰的啊。这柜儿咬坏了，咬坏就咬坏，咱自己家买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咱不怕了啊，地方也够大啊，就这屋跑十个狗，是不是够用，老铁们？完全够用吗？这个咱不怕了，老铁们，是不是？别的不相比，要比名字，我保最多啊！啊，对你保最多，没毛病。小花，你注意点，你别踩着，别踩着我大外孙儿。你给我出去来，出去，出去。啊，小花，风一样的小狗是不是？啊，还会飞了你是不是、啊？小花，看我又进来。你看他又进去了，老铁们，啊，小欠儿，你怎么那么欠儿呢？出去，小花，小花，出去，牛不牛逼，老铁们？这不是我让的啊，不是让我自己就进去了，就是这么牛逼啊！哎呀，到点儿啊！好了，家人们啊，刚才看太姥爷进直播间看大外孙儿，昨天不来了吗？来了，看看大外孙儿。是不是主要是想我了啊，其次是看看大外孙，是不是真这么回事，老铁啊？哎，好了啊，那啥，我先领他们几个吃饭啊，老铁们啊，我先领他们几个吃饭，来，万万回去了，回笼子，二娃回去了，万万回去了，进去回笼子，回笼子啊，进去了，领你们吃饭啊，进去了，回去了，万万听话，回去了，行，那你俩在一个笼子里去。你俩别动啊，小花来进这个来了，花进去了，看看小狗，小花回去快点的 ，OK 了，老铁们啊，我先领他们几个吃饭啊，吃完饭以后溜一圈，咱们看小狗啊，油太大。熬的猪蹄子汤，我把这油往外吹一吹。OK 啊 ，OK 了，看到吗？全是油啊！小花眼睛怎么了？小花眼睛不有泪痕吗 ？OK， 稍等啊，下一只狗，对，就一个啊。好了，我们这回他们仨你们都能看上，是不是？这汤有点热呀，我给它倒出来，凉的快一点。别着急啊，马上啊。
有点热呀。我看我真的把宝偷放了，放了这不行，偷出来了。嗯，成本挺高啊。尿啊！哎呦，大哥，尿啊！妈还不管你了。又惨败了，咱把孩子饿这样啊！咱们家狗这是食欲好，铁子啊，铁子，哇，太少了，他这一天吃三顿，太少了，看了吧？这时候想起他儿子了啊，想过去看看他儿子，吃三顿可以了啊！人他俩现在人中午吃的时候，他俩都在瞅着。是不是啊？这一天老享福了。哇，吃太快了，对。
就让花吃了吧。我跟你说为啥啊？因为小花里面汤稍微有点多啊，我那一下子倒有点猛，汤倒多。哎，我都怕把他俩补出事儿了，就那现在天天不是鸡汤就肉汤呢。啊，这两天二宝和小花这家月餐吃的有点过呀，老铁们，我怕把他俩吃点啥问题出来。完、啊，老铁们，主播你要是躺地下，他们会啥反应？没啥反应啊，过来玩儿啊，过来跟我玩儿啊。他们在他们的意识里没有，暂时没有这个意识啊。我躺地下就是晕倒了，或者是受伤了，或怎么样啊？因为没有训练过。如果训练过的话啊，他可能会。啊，做点什么措施啊？要打个110了，打120了，是不是？没训练过不行，是不是？小花和二宝不会流鼻血吧？应该不能啊，没放人参，反正是啊，没放人参啊，应该不能。反正这段时间他俩是好吃的没少跟着搂，嗯，鱼汤啦、鸡汤啦、猪爪汤、排骨汤，啊，没少造啊，这是。今天晚上饭太香了啊，吃的有点意犹未尽似的。你看小花肚子撑了吗？对吧？啊，本来人小花肚子是溜瘪溜瘪，今天瞅着大肚滚。小花吃完饭以后腿都撇着就走，看到吗？啊，腿都吃瘸了。腿都给撇开了，这什么玩意？没吃饱啊，没吃饱就对了，老铁啊！二宝今晚上刷上盆了，二宝每天晚上都刷盆，每天晚上都刷盆啊！就之前吧，他有去年天热的时候，爸爸来，你把那纸给我来，给我来，把给爸爸来，把孩子啊，给我捡起来了，对，捡起来给爸爸了，不捡，不捡我捡，不许去拿纸了啊，去吧。出去拿扣子啊，我出去上趟厕所，回来咱们看铁蛋啊，家人们。看看还用刷吗？这盆老铁们，是不是还用刷吗？这小盆刷的这个还有两个葱花的，这个有葱花花的啊，你看这二宝老铁们啊，看这二宝多讲究，我看你啊，走，狗狗不能吃太饱啊，人都不能吃太饱，何况是狗。老铁懂啊啊，咱家这位老铁懂，是不是啊？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？二宝过来，我换个网老铁。走路跟大漂亮一样，那走吧，我领你们溜达一圈吧。啊，下过雨，今天下雨了，还行。下雨的时候没领他们出来溜，谁也没叫着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刚掉了点点儿啊，刚要下小毛毛雨啊，就掉点点儿。领他们出去溜完之后，到中午的时候一直下雨啊，我也没那啥，我也没给他们放出来，等雨停了之后给他们放出来，没叫着，挺好。看完宝做算术题进来的，真棒，真的会做吗？主播咋教的？咱一会儿回去，有老铁不信，我让爸爸给你们现场直播算一道题，行不行，老铁们？算一道不行，算两道。啊，有老铁不信啊，我让你们看看啊，直播的时候算，那做不了假，老铁们，对不对？你要说拍的段子嘛，有可能是剪辑的啊，但是咱家万万直播的时候你做不了假吧，对不对？你这么出完题，人都会讲的。二宝过来了。过来，二宝来，从这边来，过来，
阿宝过来，来上这来，来阿宝过来，这地方真方便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走几步啊，走个十多米就是公园，公园，这是公园的一个甲啊，公园的一个甲，在这个位置上厕所是不是特别方便，老铁们？这一个小三包在这个位置，哎呀，当时我就是看中这一点啊，就是看中这一点，六他妈方便，从前面走一走啊，走下去是一个广场，领你们溜达一圈，领大家伙溜达一圈，还没领你们看过咱家这公园什么环境呢，看了吗？整个路上全都是路灯啊，整条马路上全都是路灯啊，就是晚上领他们出来溜也不用担心他们钻哪块黑的地方找不着啊，非常安全啊，谁也不许下道啊，跟着我走。看到了吗？这是一个小广场啊，就是晚上如果没有人的情况下，咱就可以领他们上这广场来跑了。老带劲了，是不是？走，下去来，跑两圈去，走。啊，去跑去吧，去吧。看到了，老铁们，这广场老大了啊，一个人都没有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现在是有点晚了，之前那块还有个那个大路灯呢，那灯是转圈亮的。嘎嘎亮啊，这广场都能照亮，现在太晚了，人给灭了，应该是。过来，来，别在那块玩了，过来，走了。好，跑去吧，玩去。你看，好不好，老铁们，在这地方锁门了，没事啊，我们这治安还是比较好的，老铁们。二宝容易找不到，是不是？在我们家二宝黑一位，是吧？要找个有阴影的地方，二宝确实不太好找了，老铁们，是吧？二宝过来，来。往回走啊！我看看我这点，爸爸能不能啥样？爸爸说上一声，走走走走走走，不许往大道上去啊！嗯，跟着我走，来，二宝，来，过来。走了，多好，老铁们，你在这走啊，三个小狗儿跟着你啊，这种滋味真的特别特别好啊！走，再往回走一下，看到吗？我走到哪儿，他们跟到我哪儿啊！来，我再往回走。来了，来了。好了，溜达两圈吧，在这块的，给他自己在家呢啊，睡觉呢，现在可能睡了。二宝过来，来，不许往车上边上进，蹭蹭脚丫子，来蹭蹭脚丫子，一脚泥。看到了吗，老铁们？结果一跟他们说，就谁都不往那儿去了。发现了吗？那块有个大车啊，卸那个车的那种车，拉车的车。啊，告诉他不让去，谁都不往那儿去了，是不是？自由多了啊，地方也大了，而且现在就经过这么长时间训练，这几个孩子，第一个谁也不上道了，第二个现在见着人基本上好多了啊，不那么乱叫。过来，二宝，来，回来，二宝，来，过来。回来，来，二宝过来，看到了吗？一喊就回来。哎呦，哎
哎呦，哎呦，这速度，嗖嗖的。现在这屋里最值钱，小花，过来，好、啊，妈妈过来了，过来妈妈来，小花，过来，你过来了，我刚才。